有600g 嘅雞中翼，首先咧就用啱啱燒開嘅滾水淥一淥佢，就拎去水喉頭嗰度用凍水沖乾淨。嗱，沖到啲雞翼咧涼曬，起曬雞皮啦，咁就啱啦。個煲度咧就有50g 嘅薑片同埋50g 嘅葱段啦。嗱，呢度係炆煮配料，一條桂皮啦，兩個蜜枣啦，兩塊呢個月桂葉，兩個草果，呢度係兩個八角，呢度咧就係一茶匙嘅丁香同埋一茶匙嘅茴香籽，倒曬落去。嗱，有25g 嘅冰糖擺埋落去，加入120ml 嘅花雕。80ml 嘅生抽，兩湯匙呢個添丁甜醋，兩湯匙老抽，同埋1公升嘅清水，跟住大火煮滾。好啦，個醬汁滾起啦，就將隔咗水分嘅雞翼咧加落去。就轉中火，冚蓋煮佢10分鐘。10分鐘之後熄火，再留喺個爐度焖佢10分鐘。10分鐘之後，嗱，我夾走嗰啲香料啦，就過一個篩。咁喺呢一碗滷水汁度咧，亦都可以滗起一啲啦，一間愛嚟點。嗱，就做好呢個滷水同埋滷水雞翼。咁個滷水咧，我可以擺雪櫃度放佢1個星期，愛嚟做第二樣嘅餸啦。咁如果好耐都唔用咧，我就會冰起佢，到我用嘅時候先至解凍。